戴口罩想挠痒痒怎么办呢？现在大家出门都有好好的戴上口罩了吗？可是突然你发现你的脸蛋很痒，你很想用手去挠怎么办呢？但是不可以，绝对不可以，因为你戴口罩出门后，口罩表面就已经沾染上了细菌，甚至是病毒。一旦你的双手触碰到口罩表面，就很有可能被这细菌和病毒污染。所以佩戴口罩出门，尽量不要触碰口罩表面哦。如果你真的很痒，其实只要戴手套再挠就可以了。即使真的不小心用手碰到了口罩表面，也不要过分紧张。这时应该用具有消毒作用的洗手液清洁双手，这样就可以随时保持清洁了。